然后这次也是想要做一个二次动作的推球。啊，结果在第一个赛末点，我们看到佑凯的回球过网。那在第二局还是由陈浩伟21-10拿下。好，这个挑后场还是过长了。最后啊，有来自瑞平国中的潘承恩在第二局21-15拿下。哇，这一个斜线还是出其不意。那若鹏现在在第二局来到20-15，出现五个赛末点。好，结果我们看到紫妍的。最后我们看到台北高中啊，这一个挂网啊，还是由北市中山在第三局21-10拿下。哇，这一球压下去，最终啊，西罗在第二局的后段后来居上，21-19拿下第二局，2-0击败了永康国中。哇，只要让对让淡水啊第一波掌握到对。哇，这一球给的太不理想。那淡水国中也没有浪费掉机会，在第二局啊，还是以21-19拿下。好，这一个跳杀，最后还是让光明拿下21分啊，两局的比数啊，都是一个大比分的差距啊。最终光明2-0击败了志平。这是一个分球上的犹豫。一犹豫就让对方抓到节奏。哇，这一球打在白带上，最后没过。能加上在决胜局还是以21-16拿下来，最终2-1。最后场还是长了，所以最后在第二局还是由嘉怡21-14拿下来。好，非常恭喜来自永源博爱国中的龚嘉怡。哇，但是这一球推得比较边啊。哦，出界之后呢，子源在第三局最终还是以21-13收下来。结果在双方平对的情况之下，还是由余亮啊拿下了分数，在第二局21-14，2-0，张余亮击败了蔡宗佑，顺利挺进到下一轮。哦，结果这一球推边线出界之后呢，在第二局依旧是由北市中山以21-17拿下来，最终是2-0击败了永源博爱国中。啊，连到五分的攻势中断，那现在反倒来到击中的赛末点，那第一个赛末点就顺利的收下，所以在第二局依旧以21-12拿下。哇，台北这个反拍过网，最终在第二局还是由丰原啊以21-14拿下。这边的连续进攻加压得分，对，哇，结果这一球我们看到洪顺的挂网，最终还是由永文志平呢在第三局以21-17拿下来，非常恭喜周敬友跟周成俊呢2-1击败能人加上的陈子怡跟王洪顺。好，发短的，哦，弹过去了，21-21。哇，结果小安自己的回球失误，那最后还是由佳佳经过了第二个赛末点啊，收下了比赛，最后2-0，吴佳佳击败了林小安。
出击，边线出界。好，现在陈毅已经来到了赛末点。好，这一个接发球过网之后呢，最终还是由马陈毅啊，在第三局以21-8拿下，最后啊2-1击败了强敌刘毅。发球直接拿下了关键分。那在第二局呢，击中还是以21-15啊拿下胜利。好，这场 U19 男单的四强赛正式开始。哇，一开始王少轩就强攻哦。哇，好球！好，现在陈毅来到了20-14，六个赛末点。好，在反拍过网之后呢，最终还是由陈毅在第二局21-14拿下。再加上 U19 的四强赛呢，马陈毅2-0击败了陈少轩。哦，第一的回放奏效，制造出自己的中路攻击。嗯，好球！那再一球就可以击败在今年大会的二号种子啊，品仪闯进到冠军战。好，这一球推后场出界，所以在第二局呢，还是由永元制品的谢密言以21-14拿下。那上方跟奇瑞啊，并不是长时间好做搭配。好球！这个跳得不够深。对，那这一次的重锤呢，最终还是被永元制品给拿下第21分。哇！结果红鱼这一球过网，最终啊在。决胜局还是由杨尚峰和邱吉瑞以22-20拿下。那这一场比赛是 U13 的四强。台北小朋友化解哦，是，但台北还有三个寂寞点。哇，这一球在界内没问题。好，紧接着场上要为您送上的是 U15 男单的金牌战。好，这个跟进有。哇，精彩的防守。看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，有十二个局点。那算数好快啊！好，直接拿下来，应该是整个赛会的最佳好球之一了啦。哇！这一球裁判把双手摊平出界，所以在第二个金牌点决胜局24-22拿下 U19 的女单金牌战。哇，这个斜线的扣杀来到了第一局的局点。哦，啊，结果这一球掉后场出界之后呢，在第二局还是由自备后来居上以21-14拿下。哇，又是一个发接发的好位置啊。好 ，U19 男双金牌战来到第二局的下半段。
哇，结果这一球过网比较可惜，最终在第二局还是要永元制平的何文勋跟邱少华以21-19拿下。好，紧接着要为您颁发的是 U13 男子双打的部分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到的就是 U15 的男子双打。U17 八位获奖的年轻球员都已经来到了颁奖台。好，最后来看到 U19 的部分了。哇， U19 永元智平也有两组哦。乔恩发球，这一颗扣杀够凶。智平来到局点敲框，还有他不是平常平球的节奏，所以更要脚更靠近那颗球。是，好，我们看到乔恩啊挑后场出界之后呢，在第二局还是由许彤跟密言以21-15拿下。在这场 U17 的女双决赛，非常恭喜永元智平击败能能加商的尤乔恩跟陈念恩。哦，这是 U17 哦 ，U17 的部分哦，金牌的就是西罗国中的廖瑞琪。好，那画面上看到的应该就是 U13 哦，这是 U13。那拿到金牌的就是新竹县安心国小的曾子涵。U15的四位获得名次的选手们，那拿到金牌同样也是河库北市中山的韩真。那 U19 的四位选手拿到金牌的就是李姿佩。好，那接着我们要看到今天最后的颁奖典礼啊，是女子双打的部分。首先是 U13， 好，接着我们看到的是 U15 的女双。好，接着来看到的就是 U17 的女双了。好，最后的颁奖典礼画面上看到的就是 U19 的女子双打。 U19 女子双打金牌的就是台电机中的卢小安跟郑宇杰，非常恭喜